12月31日晚，2013千人畅想花城会活动在广州新地标花城广场举行，千名 K 歌达人齐聚一区露天广场，在香港乐坛新晋女子组合 Sparking Go 等歌手的带领下畅想新年。每年这个时候，各地的迎新方式都越来越别出心裁。花城广场今年想出了千人唱 K 的方式迎新，让在场的每一位都兴奋不已。当晚，在卡西欧电子琴表演结束后，主办方给现场每人发放一个特制的麦克风，在两队组合的带领下，唱着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，唱出了喜悦，唱出了激情。现场的 K 歌达人们从音乐响起的那刻就完全投入，一起挥舞着手中的麦克风齐唱《我不难过》《日不落》《海阔天空》等经典老歌。第一次来之前就是跨年的活动，所以跟舍友，所以很开心。不少市民纷纷表示，这种千人齐唱畅想新年的方式很特别，很能激发年轻人的热情。也有不少市民是第一次来户外迎新，兴奋不已的同时也不忘说出自己的新年愿望。今天到这里以后就觉得很开心，然后很热闹，感觉蛮开心的，然后希望新年能够家人开心，朋友开心，大家都开心。